庆主席今天在省议会中就当前省政工作的重点和检讨改进的措施提出报告。陈主席说，分省2021年度地方政预算已编审完成，申请贵妃审议。有关预算的内容和编制的情形，省府财政主计单位将分别向贵妃提出详细的报告。这个预算规定了未来一年中省府应付的责任和努力的方向。在我们未来的努力中，部分实力的措施必须予以扬起，新的迫切需要的工作必须予以增加，而建设的优先顺序更需适切的调整。因此，在修例的方面，是以暂不增加新税目且提高税率，而以加强税减激增且考虑前年度修例的事节以经济成长趋势来估略。在支税的方面，是依据建设的优先顺序，以经济建设、教育文化、以社会福利为重点。陈主席在谈到本省实施9年国民教育的时候，表示完成第一阶段的预期目标。当然，其中也有许多的缺点，譬如规章就校率且校生的程度有待提高，缺少的特别教师办公室、厕所、宿舍亟待新建，教校设备允许充实，师资供应不足，素质也待提高，教材教法应予改进，未升校的贵校毕业生应接受补习的教育和激励的训练。针对以上的缺点和3年来的事实状况，我们正在全盘的深入的检讨，汲取过去的经验，研究第二期3年计划，要求做彻底有效的改进，提示9年国教今后在量的发展和质的提高方面都有更合理的推展和进步。在今天的省议会中，随同省主席参加施政报告的有省政府各厅处局的首长们，参加的省议员有将近60人。陈主席在谈到要研究改进的方案，以期防止今后车祸的发生。陈主席说，采取下列各项安全的措施：前面考察鉴定所，鉴定所有驾驶人员工作技术技能、生活品德以及适应性，调派行车，对收费人员停牌驾驶，规定各运输处站长、处长站长应以所属驾驶经常接触，以了解其生活与工作的情况，加强行车安全的教育，对现有技术欠佳的驾驶人员实施再教育，严格实施每日行车前后且行车间的安全检查，对于车祸肇事的原因和责任的分析，印发资料以提高有关人员的警觉，以分层负责的制度对工作就长以下各级实职主管以行车肇事人员均予约束。民营汽车肇事部分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处理。陈主席在施政报告中最后谈到便民服务的时候说，缩短处理的时间，土地登记以规定凡证券起飞的上午休券下午办理，下午休券是你上午办理。全省68个地政事务所在去4个月中共计办理土地登记案件达是22,500余笔，其中依照规定时间完成的有82,100余笔，效率达99.94%。地目变更，政策性土地之地目变更已也并授权县市政府办理，规定是申请至核定不得超过25日。工厂登记申请鼠标既有原来5种改为2种，并实施柜台作业，可在1至5天内发文，既要案件可在2小时内办妥。公司登记连续经过55个程序，即简化为32个，时间已从原来的24日缩短为2至5日。职业小客车的考验规定半日内发照，其他车考验规定随到随考，当天发照。增发所得税、外销货物税、盈利事业登记、遗产税申报、税拟货物税查验、盖印等修书均已简化，并推行柜台化作业。渔业再造年规定有17种附件，已简化为7种，年息5分已减少为3分。以上几项只是激励性的说明，实际上本省各级机关便民服务工作已掀起了热烈的高潮，为民众提供充分的最佳的服务是我们省委公布的唯一的职责。因此省府最近又颁定了各级首长接见民众实施的要点，规定各级行政首长来寻求民意接见民众。谢谢各位，报告完了，谢谢各位。